奥特曼和怪兽，奥特曼，怪兽，这是哪个怪兽呢？这个怪兽的名字叫达达。对了，那我们把它打开看看，它有什么本事呢？达达呢，一共有三个面具。他还有什么本事呢？对，他可以隐身。那今天我们要把它怎么样呢？对，要把它变成一个怪兽蛋，把腿、脚先收起来。胳膊，这个呢是脑袋，哦，他的头部有一点恐怖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面具，我们把他的脑袋也给他收起来。这样呢，就变成了怪兽蛋。怪兽达达，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奥特曼。这是奥特曼，赛罗。赛罗的装备。和他的头部和别的奥特曼是不一样的。那不光怪兽蛋会变形哦，我们的奥特曼赛罗也会变形。好，往上来收。现在还不是一个蛋的形状，对，要把脑袋收起来。还记得这个怪兽叫什么吗？奥特曼、赛罗和怪兽达达，对，达达呢有三个面具，它的本事呢是可以隐身。但是本领再大，也斗不过我们的奥特曼。奥特曼，